走吧，二少爷。公映处这个地方人事比较复杂，所以办公的人也特别多。这个文件给您。嗯。哎呦，魏秘书，哎，今天怎么闲了？处长那边暂时不需要我，我来招待一下客人。那行，你先忙。哎，请吧。连科长都主动跟你打招呼，看来你在公映处的人缘不错呀。倒不是我的人缘有多好，主要我是大少爷的贴身秘书。 他们给的是大少爷的面子。魏平哥也变了不少，对官场这一套很熟悉吧？官场跟商场差不多，主要是大少爷教的好。你跟了我大哥快10年了吧？10年多了，从跟班开始做，一路提拔到现在。你真的赞同他在这个新政府部门担任官员，当汉奸？政治的事情，我懂得不多。 我只知道跟着大少爷不会有错。可万一他错了呢？你和大少爷是亲兄弟，这么多年，他什么时候错过？这三楼啊是机要人员和财务办公人员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来都来了，转转吧，走吧。 以前的供应处只是负责农工商业的登记注册，再有就是度量衡的制造以及出售。自从大少爷上任之后，我们的范围增加了很多，不仅要检查室内进出口的重要物品，还有同盟行业以及同业团体的这个登记注册，还有这个调度。另外就是粮食的存储，还有调度。另外还有其他的。管的范围还真不小。二少爷，供应处不比家里，还是小心说话。 大少爷为了这个家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。你不用说教我，我知道在你眼里，我大哥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哎，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财务室吗？哦，这个倒不是，这是供应处的档案室。档案室？一个档案室还要单独派警卫？难道有人对你们的档案感兴趣？ 处长好。 刚才进群的人是谁啊？是我们供应处的陈副处长。一个副处长还要亲自去档案室？这个档案室除了档案室的主任，再就是处长，还有副处长有要事，其他人不允许进去。有些档案不能让其他人看到。规矩还真不少。我要是真来这上班，估计半年都待不下去。如果需要，我觉得你会做得很好。你就别拿我说笑了。你忘了。 当年管理公司的时候，你做的很好。是吗？我都忘了。行了，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那我送你吧。好。嗯。嗯。魏秘书好。哎，好。大少爷。嗯，二少爷走了。好，我刚送他离开，他让我给您带句话。 凭他的性格，他能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别提他遮掩了。还是您比较了解他，不过能看得出来，二少爷从刚回来那会儿已经变了很多了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如何变通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在楼上看到陈副处长进了档案室。哦。他最近怎么那么积极啊？对处理上上下下的事情那么关心。我听说今天晚上的宴会，他也要参加。 是市政府给他的请柬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也不可无。明白。今天晚上，李子木要陪他哥哥参加日本人的一个宴会。啊，是日本军方举办的宴会，还请了不少伪政府要员，怎么，他也去了？是啊。 他说宴会结束以后会联系我，如果时机合适的话，他会潜入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寻找线索。有具体行动计划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装备。物资供应处属于日本人管辖范围，要是不提前部署的话，我很难给你们提供帮助。我们自己会小心的。嗯，还有。 上海站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
自从化工厂事件以后，至今一直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。 你好，请进。本来想在门口安排接应人员，可日本人没有给我们机会。其他接应点都安排好了。可以了。 这是我弟弟，刚刚回上海不久。李处长，你是川岛将军点名又请的客人，怎么能够不辞而别？哎呀，这哪儿的话，感谢李元科长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二位，请吧。好，谢谢。走。科长，他们，其他人。 继续解释。哎，铁道科长的话了吗？你刚才那么做是故意的。我是见不得他们轻贱你，你为他们卖命，还遭到这样的对待。这么说你是在为我鸣不平了？那当然，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做？不过那个日本人还算是给你面子。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？是不是现在回家你就满意了啊？处长，你们聊吧。 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处长，我可是到处找您呀，您怎么现在才来呀？陈副处长也来参加宴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是临时接到的请柬，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。哎呦，我可比不得您呀，这个川岛将军点名必须要来的呀。哎呦，两位处长在这儿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请请请。 看来这个李子豪在新政府中还是得意。他不仅仅是政客那么简单。李家的产业分布国内外，在上海商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可惜啊，这么个人居然投靠了日本人。他死有余辜。如果他的死能给那么多想当汉奸的人一个前车之鉴的话，那也算是物尽其用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取货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希望中日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和平共识，免得生灵涂炭。尤其是我们新政府的官员，更应该为此而努力啊。 一定要小心。先执行第一套方案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再执行第二套。走。来，干杯！行行行，请。
先生您好，请问是在政府哪个部门工作？您好，我是吉田中佐的朋友，在租界的律师行工作。您是？怪不得看您这么眼生呢，我在政府担任秘书工作，这大小的官员我都认识，唯独您眼生。吉田中佐，在那个方向，要不要送您过去？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认识吗？哦，那倒不必。 我就随便转转，想多认识几个亲政府的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不就认识了吗？那您请便。像您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士，居然没有人陪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我的朋友就在那边，失陪了。小姐怎么称呼啊？我们可以交个朋友。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的朋友就在那边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请你离开。我不想让他有什么误会。怎么会呢？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说明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要是不喜欢这儿的氛围，我可以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。你我素昧平生，我想没有这个必要。 处长，川岛将军。诸位都是新政府的要员，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重视的朋友。为了我们共同的友谊，为了大东亚的共荣，举杯！ 干杯！干杯！随意啊！距离太远，很难有下手的机会。如果实在没有机会，就放弃这次行动。只好如此。关于物资调配的事情，宴会结束以后，桂平哥，我再找你。你怎么不去陪着我大哥？是将军。跟大少爷讲话的那个。 是上海派遣军的川岛司令长官，别说我了，就连其他人也没有资格靠近。大哥跟日本人走这么近，未必是件好事。但是在这之前啊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您单独召见我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。 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您这么做，他们其实心中有很多的不满，所以我想请您，要不然先过去一趟，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平息一下他们的怨气。<笑>我答应你这个请求。多谢川岛将军，请。好啊。王会长，将军来看望大家。啊，这是王会长，招呼会长。好。 启动第二套房。啊，川岛将军，这位呢是陈副处长。啊。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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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军，没事吧？以后大家听我命令，马上封锁整个区域，开启飞跃阵地。敌人逃到了楼下，赶紧追击。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赶紧追击！嘿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现在严不严？全力击那刺客！嘿，跟我来！快，总医院！来，快！别让他跑了！嘿，嘿！顾长官，哎，顾长官，您是一个人吗？怎么，难道你们怀疑我？不敢不敢不敢。哎呀，我好端端的来参加宴会，没想到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吉田中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刺客真该死，他这么大胆，竟敢行刺川岛将军。顾长官呢？他是受惊过度，所以这个说话语无伦次，语无伦次。来，请。啊，失陪。这么巧。啊。哎，你的男伴呢？刚刚混乱的时候，我们走散了。他可能现在已经在外面了吧。一遇到危险，只顾着自己，这样的男人太不可靠了。你别这样说他，他原来不是这样的，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现在外面很危险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别担心，我不是坏人，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。算了，太麻烦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一个人多危险啊，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士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我的荣幸，请。叶小丽。哎，二少爷，你也来了？我都在这半天了，你也没看见。这实在是太忙了，有点顾及不上。这太君，这二少爷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请帖。我跟我大哥一起来的，他现在不在这儿，我上哪给你弄请柬呀？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太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位呢是物资供应处李处长的弟弟。李处长不是陪川岛将军去了医院吗？所以呢，他没有带请帖。你能确认他的身份？我以脑袋保证。二少爷，我认识很久了，这个前段时间还发生点误会，这李处长啊还亲自来了一趟我们警察局。哼。哎，二少爷，这位是？啊，我女朋友。怎么样？相当不错。来，给兄弟们喝茶。哎，这，谢谢啊。您慢走，哎，您慢走。小姐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我姓顾。顾小姐啊。嗯。需要我为你叫辆车吗？我家离这不太远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多陪顾小姐一会儿了。报告科长，没有。科长，没有。没有。It's a fail。这么多人，竟然抓不到一个刺客。报告科长，对方选择的地方岔路很多，看来是早有预谋。不要为你们的无能找借口，继续给我搜索，一定要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哎，走。组长，都这么久了，林队长恐怕出事了。计划如此周密，应该不会。再等等。我家就在前面了。是吗？这么快就到了？是林队长。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组长，那个男的你认识？一会儿见机行事。好。哎，你朋友在这儿等你呢。我知道，他不会扔下我不管的。你怎么带他一起过来啊？你别误会，这位呢，是物资供应处处长的弟弟。今天多亏了他，不然的话，我可就麻烦了。啊，今天真是多谢你啊。我说你也有点太不像话了吧？遇到了危险一个人跑。把顾小姐留在那儿。为了感谢李先生，我想请他去家里坐坐。那是自然。李先生，赏脸一块坐坐吧。算了吧，顾小姐，改天我再单独约你吧。李先生，这恐怕由不得你。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好心帮你们，带走。大少爷，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没有伤到筋骨，应该很快就能好。哎，子木看见没有？我也没看见。不过您放心，以我们家二少爷的身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估计已经在家等我们了。走吧，赶紧回家。好。拿掉你口中的布袋，但是如果你敢喊叫的话，我下一秒钟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听明白了吗？
说吧，帮我脱困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脱困？我只是想送你回家交个朋友，脱什么困啊？难道在宴会上开枪的人是你们？算你反应得够快。我要是反应快就不会在这儿了。你们干嘛把我来这儿啊？因为你大哥是汉奸，你是汉奸的弟弟，我们的目标是李子航，你就是最好的诱饵。我觉得你们想错了，如果我大哥得知我被抓，他是会找人试图营救，但绝对不会为了我以身涉险。哦，那是为什么？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，我曾经试图说服我哥，让他别把家里的公司和日本人合作，因为这个事情我还离开了上海。我这次回来也是要说服他辞去新政府部门的工作，放弃上海的产业。我跟他的关系没你们想的那么好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你对我们毫无用处。不是，我大哥只是在新政府部门任职，也不是什么重要官员，你们为什么要杀他？这个你没必要知道。你大哥所在的物资供应处有我们的重要情报，而他的死可以给我们获取情报的机会。哎，等等，如果我能搞到你们想要的情报，是不是就可以不杀我大哥了？你刚才不还是说你们兄弟俩关系不好吗？这会儿怎么又为你大哥求情呢？那关系再不好，他也是我大哥呀。而且我相信我大哥只是一时糊涂，迟早他能想明白。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？你先告诉我们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？好啊，但是你得先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景秋，宴会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子木回来没有？子木，子木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？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大少爷，我现在就去找找看。好，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。哦，对了，去上官小姐那儿看看，有可能在她家。明白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在宴会厅行刺，打伤了川岛将军。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他被绑之后表现得很冷静，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。我认为他不可信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。如果他愿意帮我们的话，风险比刺杀李子航要小得多。如果他回去向日本人告发我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建议立马杀了他。你不要危言耸听，他所知道的信息非常少，他不会威胁到我们的。相反，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的话，对我们的帮助会非常大。林队长，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。我是指挥官，我会权衡轻重。林队长，你再权衡一下。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身份，但是如果你敢出卖我们，你就会死在我的枪下。那我既不想升官，也不缺钱花，只是为了保全家人的安全，出卖你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是上海站成员。上海站？原来如此，真是可惜啊！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，怎么就加入上海站了呢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们富家子弟这样，心里只有自己，没有国家？好了，我已经告诉你我们的身份了。那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？我们可以进入到供应处的档案室里，寻找你们需要的情报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？如果物资供应处档案室那么容易进的话，我们还用冒这么大风险去自杀吗？物资供应处在日战区，我们没有内线，不能了解里面的情况。但是我很了解啊，我大哥为了让我出入方便，在物资供应处给我挂了个闲职。那你快跟我们说说里面的情况。好啊，
但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把我这绳子解了？这么聊天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人了？不要得寸进尺，赶快回答问题。嗯，林队长。去给我拿纸和笔来。那我要纸和笔才能勾画出里面的具体情况，光说说不清楚。哪位？上官小姐，我是魏平。魏平。上官小姐，我们二少爷在你这儿吧？没有啊，他今天没有过来找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还不清楚。今天晚上的宴会出了一些乱子，早早就结束了。只是二少爷到现在还没有回家，我们都以为会在你这儿。好，既然不在你这儿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。喂，大少爷，我是魏平。我到处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二少爷。奇怪了，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宴会厅呢，这会儿他会去什么地方？大少爷，二少爷现在会不会在警察局或者是特高课呢？这样，我打电话问问，你马上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喂。给我接丽媛科长。那大致就是这样，物资供应处除了外围的守卫之外，每层楼都还有两个守卫，在三楼的档案室门口还有值班的守卫，而且楼道里有警卫，如果守卫发现了情况，拉响了警铃，那么附近的警卫都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。原来里面的警卫这么严密。是有些困难，但并不是没有办法。其实最麻烦的是这个档案室的门，它有两重，守卫只有外门的钥匙，而只有处长、副处长和档案室的主任有内门的钥匙，而我可以帮你们搞到内门的钥匙。你了解得这么清楚，难道你之前就有想法要进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？哎，我哥是处长，他秘书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，这点事情不用刻意了解。我还是信不过他。我们现在有两条路，一是信任他，二是杀了他。我们现在放你走，不代表我们已经信任你了，更不代表你已经安全了。从今以后，你要无条件配合我们，随叫随到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。哎呦，我今天可真够倒霉的，本来想送你回家，没想到竟然遭到这样的待遇。你现在还能喘气儿，就已经很走运了。今天的事情别和任何人提起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不过顾小姐，我现在恐怕还不能走，我想邀请你去一个地方。你看，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人不可靠，这还没离开呢就想要耍花样。
你胆子够大的呀，还敢邀请我去个地方。今天在宴会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而我又消失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必我大哥现在在四处寻找我，而我们今晚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的那儿，我大哥事后一定会询问我。为了消除他的疑心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，这样的话以后也方便我从我大哥那儿为你们提供情报。别信他，他说的有些道理。你想让我跟你去什么地方？怎么样，有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还没有？宴会早就结束了，他没有按照约定来找我，而且这么晚了也没有任何消息，你说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不过李子航已经通知了特高科和警察局，现在整个上海到处都有人在找他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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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找着了吗？啊，找着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刺客咱们没抓着，这二少爷是再找不着，咱们饭碗可就丢了，全都是一群废物。走，给我找去。是是。别人问起来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。您二位的开房时间是9:21，这种事情啊我又不是第一次做了，您尽管放心吧。出了差错我可饶不了你啊。顾小姐，谢谢你选择相信我。现在谢还为时过早，如果你胆敢出卖我们的话，我会马上除掉你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出卖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们到这只是以防万一，这个用不上吧？即使是以防万一，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你说，你原来在德国军校受过训练，那之前在宴会厅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？顾小姐，这是日本人的宴会，安保那么严格，我哪想到会有上海站的人。我只不过以为你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女性罢了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让你失望了吧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有人来了，快把衣服换上。从黎明中。
着尘土和硝烟，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，为了孩子们无忧的笑语，愿意踏上雨雪的